大家好，欢迎嚟到小贤希大频道。今日咧，我会介绍暑假好体验。我去咗中山玩啦，所以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下中山，又可以玩又可以食。咁我咧就玩咗啲咩呢？我玩咗卡丁车，好刺激噶！哎，食咗顺德捞鱼皮，虽然佢系麻辣嘅，但我都觉得好好食啊！仲有啊，我仲记得我咧第一次用脆肉滑梨烧烤，真系好好食啊！我仲知道嗰度都系讲广东话，但系咧佢哋都有自己嘅方言噶。例如佢哋咧会有古镇话啦，咁等我讲五个生字俾你听下啦。第一个系雪糕，第二个系白，第三个系豉油，第四个系大地，第五个系蒲香。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呢几个字系广东话系咩嚟嘅咧？等我话俾大家听啦。第一个系雪糕，嗰个中文字系雪糕。如果用中山上一个句子，我会讲：我中意食雪糕，即系我中意食雪糕。第二个系白，背成数表啦，即系白一如白，白二一十六，白三二十四，白四三十二。咁我哋第三个就系豉油，豉油。咁我咧就会用中山上一个句子咯。豉油好香，豉油好香。第四个字是大地，唔知大家又估唔估到咧？就是大家姐嘅意思啊，有大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噶。咁第五个是好香，好香咧，真系一啲食物好咸啊。咁咧，譬如。我会用中山话讲一次啦。I 食薯片好香啊 ！I 食薯片好香啊！就系咁啦。我觉得呢啲单词咧，都我觉得佢好搞笑咯。尤其是个八字啊！我嘅分享系咁多啦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